亲生日的时候，母亲七十岁了，他只能祝贺母亲。他说的时候大概花了好多副牌？好像是五十几副扑克啊。五十几副扑克啊，还要比较好一点的，要值到两块钱那种哈，对不对？纸质要点美一点的。扑克牌。没几块钱是纸的。那花了他大概花了好多时间了，值钱？时间呢？两个多月。两个多月。用要求去练的嘛。要费时。你看那个十字绣一样。没得，值得非常好。